我请教你，你这歌什么人给你敬的？爸爸还有老师。爸爸跟老师给你敬的，你对这首歌有什么感觉？这首歌一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很好听啊，就那个风吹微微，那句啊，就我深刻，就是印象深刻啊，我就想要选这条歌来唱着。所以有入你的心就对啊，对，感动着你。你很不简单，你才十一岁，你也当欣赏到安尼老歌，所以我觉得你的音乐素质太高，你的天分太高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慢慢的走向二十关，我为你加油鼓励，因为你这首歌唱的真的很好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平燕的这首歌啊，我刚刚闭着眼睛在听你唱歌，我在感受那个你这么漂亮的音域。在我眼睛闭起来不看你表演的时候，他对我产生什么感觉？哦，你的高音的共鸣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可能当然歌曲有它原来的意思，可是你这种诠释也是另外一种味道，很美，非常的美，所以你可以继续往这边去发展。今天的高音非常漂亮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